广大的福农联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缅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起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我们纪念他们，就是为了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更不要忘记他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更不要忘记先烈们内心的事业共产主义。今天我们活着的人们就是要有勇气、有志气，踩着先烈们的足迹，向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奋勇前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还是毛主席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道路吗？还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吗？还是以看看三十年的发展方向，资改派们打着旗帜改革的幌子，工人被赶出了工厂，资改派与资本家相勾结，将工厂贱卖给资本家，成了所谓的合资、股份等等，他们疯狂的掠夺走了将三十年我们劳动人民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资改派和资本家成了中国颠覆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更加贪污人道的剥削我国劳动人民，丧心病狂的掠夺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我国的劳动人民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就业难、养老难等等，人民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历经磨难而吃尽资本主义伏笔苦头的劳动阶级已经开始觉醒了，他的标志就是一浪接着一浪的毛泽东热，全国各地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随时出现的，例如温暖的民房、朝阳的民房、孟连的民办、通化钢厂、工人的工厂、西安的工人维权，以及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阶级维权运动，一浪高歌一浪的上岗运动，这一切说明了广大人民在觉醒。
再看看，知识阶层大家共产党人在战斗，官僚阶级在分化，我国正在酝酿着一个大兴社会主义的高潮，两条道路亮灯前途的大菩萨即将开始，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因此一切如与毛泽东思想、如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像先烈们一样不怕任何困难，敢于战胜任何的艰难险阻，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勇敢地投入到这场共和国的保卫战里。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精神，毛主席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方向，毛主席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灵魂，毛主席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信仰，毛主席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旗帜，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中华民族。